肖老师课堂，学习思想改变观念，学习方法改变效率，学习习惯改变形象。结构、修剪、造型、发型设计，一切尽在一真国际美发美妆。肖老师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跟大家来操作一款短发的修剪啊。那在这个短发的修剪里面呢，我们在后头部啊，会去给它强调出这样的一个头型的立体的深度出来啊。那么在前头部的部分呢，我们会透过一个比较长的大刘海啊，那长度呢大概会在它的嘴角的这个附近啊，然后给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带一点曲卷的纹理啊，顶上呢做一点松动感出来啊，这样表现一个比较的清新的啊这样的一个短发的造型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先做这个发型的结构修剪。长度设定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修剪层次。
到这里呢，后头部啊，先把它修剪好，这个立体性。那我们来修剪。接下来我们来修剪侧区，侧区的门扣把它修剪起来。接下来我们来呢修剪头顶，这样修剪好之后呢，将来我们来修剪刘海啊和它的领髻。首先我们给它设定刘海的长度，
好，这样修剪好之后呢，我们来做头顶的。好，那么到这里呢？结构修剪啊、就完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做法量的调节。
好，那修饰的部分啊，我们到这里完成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造型。